林有史的寝室啊，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看到如此壮观的这场面了。刚才呢，大家看那个水墨丹霞，它表面上呢一层黑颜色的物质，大家肯定会想到它是一种矿物质。其实呀，它并不是什么矿物质，它呢是一种菌类，主要生长的是咱们的土特产地瓜跟花菜了。因此呢，又有好多老百姓呢，要把咱们这个丹霞山称之为发财山。这称之为发财山呢，还有一种小小的典故，也就是咱们这个山体呢是以红色调和黄色调为主了。在中国人的眼里呀，红花两色是非常吉祥和富贵的两种颜色了，因此被称之为发财山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咱们这个景区呢，也拍摄了不少电影，比如天文。